云林县二轮乡是全台非常重要的西瓜产地。这天在自强果菜市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二轮西瓜节活动，乡公所这次提供了超过10,000斤的西瓜来让民众免费品尝，大家是都吃得很开心，也欢迎乡亲来二轮乡选购又香又甜的西瓜。民众排着队吃免费的西瓜。云林县二轮乡西瓜节在5月6号这天盛大举办，因为疫情关系，前几年无法举办的免费品尝西瓜活动也重新开始。民众吃到又香又甜的西瓜，是都相当的开心。买西瓜者，那个吼，食看吗？啊，讲西瓜足甜的，吼，我即马无情感，一定先食西瓜，袂歹，哦赞。疫情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吼，啊今年阁继续办的时阵吼，今年的话情况比之前也搁较好，比之前今年拢阁较好诶，无遮甜诶，遮甜诶，差不多15-16度咧啦嘿。遐是今年5月7日吼，啊是阮一年了一年一度诶西瓜节，今年我要感谢县政府由县长大力诶支持，所以阮今年办诶活动内底诶内容搁较丰富。会当予这个阮自然的西瓜甲果农会当达到最大的收益。二轮乡种植西瓜的面积将近230公顷，是全台最重要的产地之一，而且不止产量大，品质和甜度也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都相当的好。县府呼吁乡亲，如果要买西瓜，一定要来二轮买。我们吃浊水溪的水，那灌溉出来的西瓜有微量元素之外，还有很多的矿物质，当然甜度是最棒的，因为我们有最好的技术，也有最好的气候，那当然我们有很好的品质，所以我们种出最棒最好的西瓜。欢迎大家来我们云林吃西瓜。云林县拢总种植成果面积哦，大概有1,000公顷啦吼，啊拢。种山梨有18,000几公吨吼，啊，当然伫个咱二轮乡会使讲种植的面积超过230公顷，会使讲是非常大的这个产地，啊嘛非常的优质。那希望全国的乡亲呢，要买西瓜，要吃西瓜，一定要来我们云林县二轮乡买西瓜哈。二轮的西瓜吃起来香甜又多汁，欢迎爱吃西瓜的乡亲到二轮乡选购，吃在地最好吃的西瓜。记者谢宜晨采访报道。